凝望天宇的繁星点点，等待另一个晨曦浮现，那是我们拥有的幸福的画面。多少岁月的容颜改变，多少聚散的故事重演，拥抱我们的你依然在身边。草山的风是划过天际的彩虹，洒下了一片花海，绽放在心中。草山的风伴随着我们甜甜的暖暖的梦，唤醒了青翠山林，静静守候。草山的风是划过天际的彩虹，洒下了一片花海，绽放在心中。草山的风伴随着我们甜甜的暖暖的梦，唤醒了青翠山林，静静守候。请问大嫂，我是姨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请问明智在吗？我们不能再吃了哈，再吃一块啦，我等你去美国哈，想要吃就吃无。啊对吼，再吃一块，再吃一块。嗯他恐怕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呢。如果说明智看到他，然后想到以前过去的甜蜜，那我们阿咪怎么办？啊，无叫我去带伊去看走哟。嗯。袂用的啦。安尼不厚道，我做袂来啊！无，你看安尼好无？咱请伊礼拜坐，啊，莫让伊单独甲明智在一起，啊，再搁送伊食饼，安尼应该就知影意思啊。安尼想想啊吼，无是要安怎啦？啊，咱总是要保护明智甲安咪啊。今日麻烦阿嫂几工啊，辛苦嘞吼。啊，袂辛苦，辛苦，辛苦。这边有好食无？好食。大家这边较袂食。这边吼爱趁新鲜，今上你有亲戚朋友啦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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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了姨。哎姨，阿姨，民族西路那阿姨要先送。哎对哦，哎他最挑剔了嘿。你要摘了。我靠，有人找你，名字？哦，笑。咦。反正你也不记得他了嘛，你看吧。不用了啦，请他走吧。邓姐。吃的是什么？喜饼哦。为什么会有这个喜饼？因为你今天已经把手指套在阿明的手上了。对了，你二哥也有讲过啊，他在跟我订婚的时候，他说虽然哦他长得很帅，可是只要跟我订婚以后，他就不会眼里再看别的女人。嘿，二哥这样说啊？他说他自己帅啊？对啊，他怎么会这样讲啊？明姐，上天就是定下来哦。我在外边那走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可是看到你真的很开心。你看起来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么帅。听不清楚呢。好啦，别看啦，你好啦，别看。哎，等下，那个姨刚才看明子的手呢。对。哎呦，明子这么多情哦，女生主动对他好，他一定拒绝不了。别走啊，别走啊！哎呀，好是没见到啦。我得在。心的啦，袂用，我来去甲你大兄。袂用的啦，袂用甲大兄讲啊。咱兄弟还佫敢若好，嘛无法度替平时解决伊感情的问题啊。对，啊，
万一恁大兄搁摕三斤，讲家己怪家己无内面子，搞好安尼就害啊！大哥，用衣架打自己，这个说不定是吓走那个依依的好方法啊！一个大人啊，伊家己应该知影哪解决啦。就坐在这聊聊吧。好啊。风很大，你会冷吗？还好，只要能聊天就可以了。你还是这样体贴人，应该的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吗？我辞掉教书的工作了。是吗？教了一年，算有能耐了吧？嗯，已经出乎意料了。我本来以为你不出三个月就会卷铺盖下山了。你小瞧不起人了。不过说真的，刚到山上的时候，我每天都觉得我快撑不住了。虽然山上的孩子很可爱，可是我就是停止不了思念家人，还有思念你。所以我不敢写信给你，我怕我只要收到你的信，或是看到你来找我，我就会失败了。要是我失败了，不要说你会笑我，连我自己都会看不起我自己。所以我告诉我自己，一年，至少一年。结果我做到了，我想这是我这辈子做过最轰轰烈烈的事情了。不管你有多气我，至少给我鼓掌吧。现在我的心愿已了，我回来了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。重新开始？怎么？山中无岁月，但在山下有了很大的改变。你交女朋友了？没关系。我不怪你，没想到我这么宽宏大量吧？我真的不怪你。想当初，我一生不想离开，你一定过得很苦。一年的时间，说短不短。如果在这一年当中，有谁能安慰你，那么我也没话好说。可是。我刚刚已经提了，重新来过。如果你能忘记我对你的不公平，那么我也可以原谅你短暂的出轨。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我怎么老觉得这公园怪怪的？山上待那么久，胆子还那么小。我都敢提议重新来过了，我胆子还小？你真的一点都没变，永远有话直说，好。明智，你变了吗？我真的重新来过了，我订婚了，而且。
刚好是今天。答应我啊！那你可以再试一次。啊、戒指可以套得进去、哎，就一定可以拿出来。哎，姨，姨，这戒指套得特别紧。她是个好女孩，我不会辜负她。对我好吗？我只能说，她更了解我的优点，包容我的缺点。跟我家人相处得很好。明志，别再说了。你看着我，我是依依啊，我真的回到你身边了。现在的我成熟多了，我知道你要什么，我也知道你对我的好。你想要维持高家传统，可以；你想要留在兄弟身边，可以。这些我通通都了解，我通通都能配合。明智，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手里拿着红彤彤，嘴里却哼着 disco。你说，从来没看过这么古典又这么现代的女孩。你呢？则是留着一头 anti-gap 长发，却满口兄友弟恭的道理。我们同时都被互相矛盾的气质吸引住了。如果我们现在错过彼此的话，那我们会遗憾一辈子的。明智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一次换我对你好。真的非常吸引，更吸引的是过去的我，阿咪，我的另一半，他吸引的是现在的我，跟未来的我。我还是可以做好朋友。玩风度的游戏。如果你真的决定了，你就永远永远不要来找我。我会永远记得你。我送你回去了。我说过不要玩风度的游戏。
搞什么群众？啊，你哪里家？我伫车顶等你真久啊。啊，我都。我等伊啊。我都看明子啊。明子的代志，你莫插啦。拢几岁啊？过来耍种群众游戏。啊，都。我等伊啊。停车。卡一个电话咧，大嫂甲二嫂啊，过来等你的消息咧。小弟，无信心嘛？明智真的是定下来了。明智哦，大案了。咱来行这条路。迄只唔惊。袂晓，看你寒到天拢红去啊！无买一个金母吊你，敢袂？阿切！哈！啊！各界查甫人吼，人个拢共款，听无？够麻烦的。哎呦！阿明终于过了门，成为明智的太太，高家的媳妇儿。那年过年，高家每个兄弟照例带着自己的太太、孩子回到了山上。传一代，平平安安，顺顺利利生活落去。跟公妈拜拜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。是跟公妈拜拜，不是跟阿公阿妈哦。公妈就是阿公阿妈。
笨蛋。大伟，过年时啊，唔通骂囡仔啦。有啦，阿妈有传红包，较等就给你哈。即马就发，通好还去买炮啊！哦，什么咧买炮啊啦？爱俭起来哦，吼，唔通买炮，爱俭起来哦，吼。阿爸，啊，你准备这多红包，够唔够？是啊，虽然讲这房我袂有囡仔，但是我是大手甲袂闲钱。你袂记哦，咱来个发人家厝边头尾。阿爸，即卖人日子拢好过啊，你若无咧做里长啊，又才关心厝边。我都比山顶空气较好啊！啊，是啊，倒嘞。哦，甲咱遮空气同款好啦，只是咱遮哦加一味啊。啥味？鸡屎味啊！哈哈哈！迄鸡屎味哦，足臭的。你自然一时啊，久而不闻其香啊。你包鱼一时啊，久而不闻其臭呀。搁较特别是哦，这鸡屎味哦。已经变成咱家乡味，真香。迄明明就是臭的。我自细汉哦，上讨厌就迄味啦。啊，大概闻到，我过头哦，过人拢闻起来，到即摆是无介意。是香的。臭的啦。香的啦。就臭的啊。是香的啦。哦，好啦，伊哦，自细汉甲咱拢无共款啦，咱的名哦拢是叫。啊，你嘛同款啊！你迄边，甲因两个迄边，迄字嘛无同啊。恁同款就好啊，你讲遐济。不对咯，迄臭就是臭啦。你自细汉闻到伊嘛，你讲我都闻到你臭个。当然啦，细汉拢无得去。嗯，阿母等下叫阿母起来，问看卖讲阿母哦是芳个臭，好不好？阿母来闻看卖好准。阿咪啊，昨天回娘家啊，感觉怎么样？我要帮忙，我妈不肯。吃完要收拾，她也不让我做，一直要我跟明子赶快回去。回家居然是做客，真正是做袂惯习啦。我拄仔回国的时阵吼，定定嘛想要回娘家，
少年的时阵哦，敢若知影读册，哪有在想讲要怎做人的媳妇？看到妈妈遐尼俭哦，切西瓜的时阵，迄面有是酥酥的迄落西瓜肉留在皮面顶的。我看你哦，实在毋知要安怎才好。啊，尾仔嘞？尾仔就想讲，家己的心态要转变啦，袂去干那想讲要避大家。啊，俭本来就是好代志啊，啊想讲是做予家己看，毋是做予大家看尔。当然啦，还有一点小技巧。小技巧什么意思？就是三不五时啊，还是要对家己较好嘞。偶尔去买一件新衣服，不要穿给妈妈看到就好了。像我这件，我这件吼、哦。自嫁予明生的时阵，穿到今五六年啊嘞。哦，阿美丽叔啊，我这一件哦穿七八年了。哦，当然啦，咱拢叔大嫂。这件衫吼、哦，我十八岁才去恁婆来做的，离现在不过23年而已啦。我们通常会在山上住到初几啊？今年会久一点，可能会住到初五吧。啊，真的啊？那很好啊，我喜欢山上，也喜欢热闹。我们的移民申请还算顺利的。月光美女，您当家做会过年无？就到美国一起过圣诞节啊！对，咱来西雅图过圣诞节，赶快催你过。果然，到了1982年，高家申请移民美国的手续有了消息。而且库存的数字，秘籍，我是讲移民办落来啊。等这么久啊，这么寄落来啊，感觉真意外。当时去报道，三个月以来。不过是大兄、二兄，还佫我的，你会过等一阵啊？敢那我的命注定就是安尼，都就是恁帮我先铺好，才换我去行。你留在这有你的责任啊，因为阿爸母嘛免过去啊。啊，等阮先过去美国报道，有身份以后才会当办来。一个家庭啊，无管遐尼啊远，啊有话点要这边，有话点要那边嘛，这哦。不是我当初所希望的啦。不要紧啦，你先过啦。我甲阿咪留在这照顾阿爸甲阿母，而且公司嘛有人顾啊。嘛只有是安尼啦，嗯。这敢袂当搁拖一阵嘛？拖一阵嘛。
你想要延期哦？我是讲吼，看爱搁考虑一下，也是讲无必要啦。无必要去？无必要按紧去啦。是讲吼，敢若拢还袂准备好啦。啊，毋是讲时到时难等，啊，毋是讲要放伊一个对身体搁较好的所在。退休的人，到我去到都不是同款，是啊，都还是要倒啥？到遐，讲的话啦，生活的习惯啦，全部拢无同款，拢爱由自头来啦。只不过是哦，是要讲几句知无者也。全身，伊即摆联考压力真大，但是过美国遐应该较好。就是安尼想咩？阮踮遮哦，逐项拢稳稳，即到遐哦，看嘛看无，听嘛听拢无，一开始哦，伊就比人歹一截。敢是一定的啦，按无这个目标是大家做一定落来，所以咱一定要向前行。不管是好也是歹的，是对的也是唔对的，咱四个人做伙来承担，我相信一定会当走出一条路。啊，平时无倒去哦，都会承诺落来，咱先过遐安顿落来。到时阵平时带阿爸母去的时阵，就会较轻松啦。啊，不过咱遐尼侪人哦，做伙走啦，啊，留阿爸母伫遮，是要安怎甲伊讲？庄啊，回来啊！有影。东龙啊，嘛回来啊。哦。林炳生啊，嘛回来啊。还阁有名字啊？你是要讲啥啦？因大家拢回来啊。包有代志，
甲伊老母想讲，阮两个若无通啊食遐济，邻居的大汉，逐个阁有一家一家，无迄个气力照顾着伊，要互当作是教育费。但即马，英子也娶某啊，即款钱也用袂着啊，可见恁逐个拢真争气，事业也做了袂歹，互相逐个嘛拢有通啊相照顾。就甲知影，遮树啊共款。所以，恁兄弟仔若做啥决定，我甲恁老母拢嘛好。阮的移民哦，拢已经办落来啊。哦，要毋过着我甲明生，啊甲东方哦，会用个先去啦。我会搁咧排啦。哦，明子的应该袂伤久啦。啊，爸甲妈的吼，阮袂要紧啦。当然有要紧啦，阮是一定哦要甲伊接过啊。只是讲阮兄弟啊，爱先过遐报道，摕到拘留权，爸甲妈的啊，应该真紧就落来啊。所以阮是按算讲吼，啊遐甲阿嫂先带囡仔先过啦，啊你甲妈妈着搬去山脚。我甲阿咪会使逐天看会着、顾会着，阮才会放心嘛，吼。哦，万一面试去报道时，恁的手续压袂落来哦，阮兄弟仔一定轮流倒来陪恁，绝对袂让恁感觉孤单啊！啊，哎呀，我拄则都甲恁讲过啊，啊，恁兄弟仔做啥物决定哦，我甲恁阿母拢会真放心。阿妹子吼，阿哥啦，阿雪啦，阿伯，因会只甲阮做伴啦。阿母，莫哭啦。妈。阿遐因只是先过伊遐拍好基础啦，就敢若讲，你甲阿爸当初为我见一面哪共款啦，对无？因将一切拢先安排好势，啊，等阮过才会妥当啊，吼。我是毋甘阮个孙啊。
欢迎才对啦。啊，是咧靠啥？啊，我真欢喜啦！比我一天哦，乌三人的孙仔，搁较欢喜。你安尼，那我就足够了。这草山哦。